警报解除了，之后的表演可以不用这么卖力了。嗯。还有那个朋友圈的事情，谢谢你啊。你的朋友圈没有分组，我们的照片大家都看得见，你要是介意的话就把合照删了吧。难道是没起来吗？早。早。你昨天晚上睡那么晚，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。你知道我几点睡的？我猜的。那你继续，不打扰了。哦。我不会。那天我妈让你照顾我，你那副不情不愿的样子。你说什么？哦。没什么，我妈给你带了黑芝麻糊，你有空的话跟我回去拿一趟呗。不用了，手指又快。不行，我妈说给你就是给你，我不能私吞，不要也得要。好，我有空去拿。好，那你继续跑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起太早，饿昏头了。你继续去跑吧。手指有愧，这就开始划清界限了。不是说自己来拿吗？这都过去好几十分钟了，人呢？树挪死，人挪活，你不来拿，就给你挪过去。不行，我这也太上赶着了，犯不着。还说什么有空找你来拿，就你事情多，就你工作忙好嘞。不管，告诉你，我就给你晚上一天的时间，你自己好自为之。你干嘛呢？你早上嘀嘀咕什么呀？天天饭后有你陪我，真逗。要说这小笼包啊，这华大是一绝，其他还真比不上。这不就是发面跟死面的区别吗？有那么夸张吗？我吃的都感觉差不多呀。
原来最重要的不是小笼包，是小笼包背后的那段情啊。嗯，别乱说。上升摩羯座的恋爱运，追不上又忘不了。随便看看。你上升不是射手吗？怎么看上摩羯了？哦，庄教授上升摩羯。你这行呀，连生辰八字都要来了。哎，是不是你妈妈问你让她要来去合八字的？你这进展可快的呀。这哪跟哪啊？而且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合八字？我们可是很讲究科学的，好不好？那她自己告诉你的。嗯，星座是我先猜的。那她自己跟你说她上升摩羯？对啊。怎么了？不对呀、啊，那这又 OOC 了呀。庄教授哪是会对星座感兴趣的人士啊？你别说是他这种一心搞科研的，就算是普通直男，也没办法弄清楚上升这么细致的吧？你这除非……除非是哪个女生告诉他的。走心误事，要是按照我头脑清醒时的判断力，这点纰漏哪至于现在才发现？也不至于这么绝对吧？绝对是这样。不行，我要去找他当面问个清楚。你冷静，你这话怎么问啊？奇怪，家里没人，实验室又没开，那他能跑哪去？该不会真的去找他相好的了吧？找我，对，就是找你，我有话要告诉你。微信不能说？不能，非要当面说。嗯，请说。那个到底是哪？不对，我又有什么立场问这种话？毕竟除了清水村，我们早就解绑了，他要是不告诉我，岂不是显得我自讨没趣？哪个什么？哦，那个，我不是跟你说我妈给你带了黑芝麻还有核桃吗？她跟我说一定要当面告诉你，有好多种吃法，所以我你电话响了。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？这语气应该是熟人。朋友圈那照片我随便发的，现在已经不用了。哟，还关心起老娘的照片了？哼，关心照片的不是前女友就是暧昧对象。哼，研究星座的肯定就是你了。这样，你最近怎么样？还有庄宇主动关心的人，肯定是忘不了的前女友。那你自己好好的。这笑是什么意思？对我这副冷若冰霜的样子，倒是会对着前女友笑。怎么了？谁呀？没谁。哼，欲盖弥彰，越说没什么，肯定越有什么。算了，当我没问，我去找别的小朋友玩好了。那你刚才说的黑芝麻核桃？什么黑芝麻核桃？等我心情好了再跟你说。哦。说什么微信不设置提示？我看你回复别人倒是挺起劲的。我没有在看你手机哦，你继续发微信吧。躲躲藏藏，肯定有鬼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不是前女友，就是暧昧对象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电话里和你说了今天没空吗？他是谁？
长相匹配率70%，难不成庄三虽然没有女朋友，但已经有了思哥？好的，想多了。小朋友你好呀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这是你的名牌吧？庄穗雨。这是你亲弟弟呀，你们家取名字的方式可真特别。嗯，我叫庄慧，何慧慧。没文化，没礼貌，叫人。哎呀，不用这么客气，小朋友。阿姨好。小朋友是近视眼吧？今天忘戴眼镜了，姐姐离近点让你看清楚，叫我什么？阿姨。你才近视，我两个眼睛5.2。2年前测的，是该更新了。对对对，让你哥哥带你再去医院测一下，要去专业的眼科哦，不然小朋友不专业。阿姨，你也太自来熟了吧，上山射手啊。你怎么知道？妈喜欢看星座的毛病怎么还传给你了呢？啊，原来你上升星座是你妈告诉你的。嗯，哥快走吧。哥，嗯，他怎么还知道你上升星座了？跟你磕开门了。你离家出走他妈知道吧？神神秘秘，谁想听使？一家子冷脸怪，果然是我想多了。庄宇这样的怎么会有前女友？哥，这个阿姨是不是这里有点？别胡说！哎，阿姨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哥。你俩同居了？嗯，走了。哦，原来阿姨也住这儿啊。